样。侯胜汉，侯胜汉，侯胜汉，你要不要脸啊？我刚刚只是这样手抵着，然后会从后面撑上来，他撞我，撞我的手以后，甚至说啊，不要碰我的胸部。今天早上大概五点钟左右，那民党的立委其实就到了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全力阻止未来的罢免联署。都必须要附上身份证影本，蓝白说附上身份证影本是为了要让联署更严谨，其实这是谎言，这是大幅的提高了这个联署人各自外泄的风险，因为每一份的联署书交出去，他可能在递交的过程里面都很难确保他不会再有被更多其他复印的机会，所以这个提案谁最高兴？诈骗集团一定是最高兴的。那蓝白为什么要提出这样子修法的要求？他们就是要让联署的各自外泄风险提高以后，那让社会大众对于罢免联署的过程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担心各自外泄就不敢联署，所以这个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现在想要阻杀公民的罢免权最好的方法，所以他们一副去说哦，没有，我们现在不去修这个同意票提高的门槛，但事实上，他们现在已经把这个阻杀的对象从投票的时候提前移到了罢免联署的阶段。如果社会大众都不敢加入罢免联署，那当然罢免的公民权就完全被阉割了，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企图。但很遗憾，后来国民党还是用各种的手段，包括刚刚他们去危及洪家宾文跟黄杰文，那我到现场我看到这个状况以后，试图想要对现场做一些排解，结果傅昆萁居然在现场骂我，整个立法院最大的经济罪犯是谁？就是傅昆萁，他炒股内线交易，我实在是不懂，像这种恶行累累、前科累累的人，凭什么骂人渣？那王宏威更离谱，我刚刚只是这样手抵着，王宏威从后面冲上来，他撞我的手以后，甚至说啊，不要碰我的胸部，我这是满脸问号，是你自己用你的身体来撞我的手，还要说我故意要碰你的胸部，说啊这边骂什么性骚扰，然后。还骂我一声贱人，摆明是做贼喊捉贼。他刚刚甚至还直接打了我们的林楚英委员好几个巴掌，好几拳。那现在连林楚英委员现场直接就暴血，所以我们要说，看起来蓝白为了要阉割人民的罢免公民权，几乎是不择手段的。那看等一下国民党敢不敢继续排这个案？当然，我们希望他们适可而止。就把这个案给撤了，今天的委员会里面就不要再讨论选罢法，但接下来看他们怎么决定。这个是你不要推，谁推你啊？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谁推你啊？不要推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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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啰里吧嗦的，你干嘛推我？你推人渣，你推我，贱人！哎，又进去一个，要干嘛？又进去一个，要在里面干嘛？做奇怪的事情吗？这样很丢脸哎。碰我胸部，丢脸！抬起来，轰炸碰我胸部，我心死
要这样。侯胜汉，侯胜汉，侯胜汉，你要不要脸啊？你要不要脸啊？心死了。侯胜汉，侯胜汉，侯胜汉，你要不要脸啊？来拍起来。